通。燕议员你好，恭喜你，恭喜，谢谢。对于这样的得票率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，还有兴奋。想对选民说什么？所以对阳朔港的居民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为你们服务。我对你们保证，我会珍惜这个机会，为大家尽心尽力。也是很盼望为你们与你们共同协力，给阳朔港做得更好，更活力。谢谢。